看到的是 Empathy 会去找对方打一位，但这一次换成是 Stormage 主动纪念也去来找你酒桶哦。而且瑞空跟凯莎也到了。第一个是牛一等真的太弱了，所以通常在有牛的那一方，龙龙会俯冲撞击 ，Fabulous 手上是有闪现的，要不要交？要扣多久？要扣多久？要扣多久？在 PK 最后一个 Q 单杀，四分钟而已。我们看河道口阿拉一技能敲了之后呢，野蛮冲撞把 Smudge 顶了回来，大地粉哦，先一技能定了一下冤气，然后跟上去是 Candy 的伤害哦，点燃也放下去了，这个不知道对方也回家的时间点，所以他先到上面去帮河蟹，再走到这边再蹲这个草丛，这个草丛这个视野呢是他刚跟蛇女一起抢过来的。没错，蛇女我觉得第一个是中路回家的时间掌握得非常好，尤其是五野一起回家，然后一起出来就一起掌握了河道的视野。哇，这边竟然直接探草丛被牛 combo 了起来之后呢，吃到差一刀，上半的血能回来，逼出了治愈之后呢 ，Snowfall 赶紧往后拉开哦。那这波的换血是地龙的关系，我觉得他们前期要多拿到一些时间。侧边瑞空出场之后，全员卷大局在那边 ，Candy 用闪现给躲过这个一闪顶上去顶到 Snowflower， 但 Snowflower 林轩不能下半步牛绕后了。那这一波或许要尝试做一波 gank， 从后面直接闪现野蛮冲撞把 Zenon 顶了出来，大力粉丝在敲起了对方，开了野蛮直接 Star 瑞空开鉴定一只之后在塔下要扛哦，但是这个没有 TP 下来之后可能是一个五打四的局面。而中路 Candy 开始凶了，双生毒牙狂喷，那个石化灵是最后一下逼出了对方的治愈哦，差一点点。而中路车子开下来会撞到吗？哦呦，在一个最极限的距离，这个治愈的加速帮助这个 Candy 拉开了距离哦。好，因为好不容易打掉蝎子的闪现了，然后蛇球女也还这个时候，中路我们看一下球女大绝卷下方的蝎子已经赶到了 Candy 位置，非常危险，他是有闪现的。林寻不进场之后，圣娜登场，搭配着他的闪现，这边是直接带走了 Candy 的人头哦。中野部分 Koala 位置有点危险哦，球女其实离错大绝，野蛮冲撞把他顶回去，但球女还是继续做追击。哇，再一个 Q 吗？脚闪现有点撞墙，闪现撞墙啊！这个闪现距离拉得不够远哦，因为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把下半部的视野清干净。他甚至像瑞讲的，他有很多滩野怪根本就没有意识。然后这边接借有下半部的那个视野盲区，让瑞空有个跑线机会，直接灌到了蛇女身上一个闪现的大绝。我觉得这波你真的来了，不要了，不要来了，不要了，就他后车上也没有球库，他就这边点而已。哦，这边哇，直接走进了草丛里面，瑞空再补上这个圣娜登场，已经宣布的控制，可以再度阵亡。我只能说酒桶该靠了，这里是一定要过来帮忙做防守的哦。我没有兵，直接撞。在半条，哦，直接开球，大绝一卷卷到两个人，已经一瞬间消失。牛帅盯起了三个人，但是乱数你跟上来之后，并没有伤害二远端教羊，但是夸拉已经倒下。包括酒桶的是把这个蝎子炸回塔下，但蝎子大绝一拉，把蛇女拉了回来啊，补上了凯莎，伤害凯莎拿到了一个 triple kill。后面的塞凯莎稳稳渐渐的撞在了 PK 身上，糟糕了，拿到夸抓了，这一波非常的不妙哦。这个就是前面提到的，他及时把塞恩叫来上路硬打。看一下，其实就到处在找这个酒桶的位置，已经找到了。现在只要把他困在这里就好了，不要让他过来就行了。因为要单杀也是比较难的，巴龙拿了下来，而且有三分半的巴龙时间要他们好好的来挡的。现在最尴尬的是蛇女，你看蛇女那个就是在这边被开的时候，蛇女才缓缓从中路走过来，这也不是他资源意识不到位，而是他上半部的视野真的非常缺乏，他一定要把兵清完之后，然后才能慢慢的支援。那这个时候真的已经来不及了。他即使有个女妖，他被蝎子直接用一招破了，然后再强拉回来，其实这个女妖帮助真的非常小。且海沙拿到了夸爪，砰砰砰！好，你赢了嘛？你最大嘛？瑞空开得好，然后最重要的输出点位在下半部。一个 combo 顶起蝎子造成了一点的伤害，但是三一敲二哦，后面叫做羊要尝试做个反杀，凯莎进到了后排，直接是一波伤害就把酒桶给带走了。而且现在呢，把十一级逼在后方，完全不敢靠近的 PK 按下这个慢点血量回来，并没有控制到 Zenout 再出又拿到了一个 triple kill， 往前都 Fabulous 在扛塔。缓速到之后，闪现再补上去一杆线，不会最后一个是拿到 Penta 了吗？真的让他拿到 Penta kill 了。所以后面即使蛇女喷三个，然后 W 也放得非常好，但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去。那这边 Empathy 把大绝缴掉，然后为了把第一时间把蝎子灌死，但是居然没有死，然后 Snowflower 进来之后控住了酒桶，控住了差雅逼得一定要缴住大绝。然后刚刚说的凯莎已经进来射后排了，就直接把史迪吉逼出战场。这波蛇女没打多少伤害啊？他就是喷到了前排的三个啦。他其实是喷到前排三个，因为凯莎在下面射，球女在上面控大，所以他喷的都是前排。
你配的音是怪怪的，他应该是他不是呵呵，我在看点像厚底，直接站在蛇女的毒上，闪现上去要大绝，最后飞了起来之后，下方的 PK 叫出了大绝，把对方的球女给敲了起来。像这道血其实是比较低一点，做了一波控制之后，点挂在他身上，但是阿伦杀手本能往后拉开之后，继续要做输出。GB 先拿下了酒桶人头，再往前做进攻，打到 double kill 之后，伊卡仙魔女再帮他拿到了 triple kill 啊！哇，糟糕了，剩下是敌起一名成员，主堡双塔裸露在外，掉了一座，掉了两座，主堡要爆炸了，无力回天了，三十分钟啊！这一场其实前面就有点结束的感觉，尤其是中一塔那一波是真的亏到爆炸。那一波是前面，一开始 Empty 就落后蛮多的啦。一开始是，我记得酒桶好像四等的时候，其实就六等了。然后蛇女为了去掩护下半部的酒桶，她是放了几只小兵，然后去往右靠，然后那个时候就被球女白打了非常非常多血量，所以一开始那个蛇女线霸的那种感觉就已经不存在了。我在想，